指挥，我是高正。周总需要的文件送到他房间了吗？哪个房间啊？圣豪酒店808。嗯，圣豪先生，先生，你没事吧，先生？圣豪酒店808。你好好休息，我就先走了。我终于好了，帮我。竟然睡了我老板！另外一只呢？不管了，老板，你醒之后可千万别来找我，拜托了。指挥，周总已经醒了，文件为什么还没送到？你就是高总监推荐过来的实习助理？是的，周总，其实我来送文件。现在还没有上班时间呢，他不会断片了吧？昨晚的事情不记得了。你现在把文件拿回去吧，我晚点回公司处理。好的，周总。那个女人到底是谁？究竟发生了什么？高正，你赶紧把迟欢联系方式发我。虽然我和我连连老公不熟，但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个已婚人士。可昨晚，我却睡了我的顶头上司。我今天就辞职了，明天再去离婚。这不会是周云深的电话吧？秀安，给我调查昨晚经过房间的女人，今天下午务必要查清楚。周总，我要辞职。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辞职可以，赔200万违约金。200万，我10年的工资。好，我这就去找。哎，怎么找啊？难不成告诉周云深，昨晚的女人就是我？谁呀、啊？你也瞎啊！在酒店蹲了一晚上，没有碰到大款也就算了，还被臭高跟仔。这位的高跟鞋是你的？什么我的？周云深，帝都首富，周氏集团总裁周云深。这只高跟鞋怎么和砸我的这只鞋一样？昨晚那个女人是你啊？昨晚上陪你的那个女人就是我呀，周总。昨天晚上的事儿都是你情我愿，你不用对我负责。跟我回公司，我会对你负责。啊，池经理，你听说没？周总从酒店带回来一个女人。什么？酒店？对呀，我就跟你。
人，你继续说呀。你说呢？上班时间八卦老板，扣除月底奖金。是，周总。泡杯咖啡。好。给我也泡一杯。你是？我可是你们未来的总裁夫人，我告诉你们，上班时间最好不要摸鱼，否则我会把你们一个一个一个的全部辞掉。那你可快点辞对我吧。你看什么看？你想第一个被辞掉吗？小贾，你有鞋吗？啊。你想怎么对我负责呀、啊？周云生不会以为昨晚的女人是他吧？你穿多大码鞋、啊？他要送我鞋？38码。这双高跟鞋是36码。我的鞋怎么会在这儿？抱歉，周总，我这保洁阿姨过来清理一下吧。那不是我的鞋。我也没说这鞋是你的呀，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啊，袁生，你要相信我，我就是昨晚那个女人。虽然我穿38码的鞋，可是这个鞋我也可以穿的。我试给你看。你看，更好。林夕，你看，我的限量版高跟鞋呀！你不是那晚女人，出去！刘安，你要试一下吗？我不是，我不是。那你愣着干什么？去找啊！是，周总，如果找到了那晚的女孩，你准备怎么处理她呀？周总。在这酒店房间里找到你的工牌。糟了，我的工牌呢？迟欢，周总，其实这是周氏集团的工牌，说明这个女人就在公司里。池助理，高总监那边说让你加个班，今天晚上9点前把这个拿去给朱总签字。哦，对了，这个你拿着。HR 那边说你刚入职，没来得及给你办。这个虽然是空白的，但是也能刷文件。石欢，你刚才要说什么？我想说，我实则，我现在就去找那个女生。让池欢给我泡杯咖啡吧。算了，我自己去。妈，我是不会去见那个男人的。那你要我怎么和那边交代？你就告诉他我出轨了。什么？你出轨了？我跟我老板睡了。又在背后八卦我。池欢，我看你是年底奖金不想要了吧？八卦，我是都有人脉，给你调查呢。去盛华酒店监控室查一下走廊的监控视频。走廊的监控视频，完了，跑不了了。什么？看我干什么？他跟他老板睡了，出轨了。妈，我必须和那个女人离婚。谁呀、啊？
天睡了老板的人不止我一个呀。听够了吗？这个感觉好熟悉。昨晚九点你在哪儿？我在回家的路上。五点下班，你九点还在路上。我家在大山里。这就是你的好女儿，上班第一天就和老板搞在一起了。王欢喜欢谁就让他跟谁在一起。你看，他跟周延生的联姻，当初我就不看好。现在两年过去了，俩孩子连对方叫什么都不知道。少说这些没用的。现在周延生知道咱们女儿出轨了，你现在和我去找周延生道歉。我不去。去不去？我不去。哥，帅哥，帮我把这个视频删了吧。删了？怎么可能呢？这不，你看还像个啥不？我所有的视频，包括今天的、现在的，没问题，交给我。哎，这一回再也没有人知道昨晚的女人就是我了。延生啊，都怪妈没好好的教育好女儿。阿姨，我不怪她，我们之间本来就没有感情，不认识对方，也不知道彼此的名字，这场联姻就算结束吧。离就离，我女儿值得最好。值得什么最好的？延伸就是最好的。放眼全国，只有周家和咱们池家实力相当。你想看到自己女儿下嫁吗？恨什么恨？池大海，都怪你，非要让女儿去历练。现在好了，却跟人家当小助理不回来了。你现在立刻给他打电话。延伸啊，我马上让那个臭丫头赶回来，当面给您道歉。啊，妈妈怎么又叫我来呀、啊？又翘班了，全村长又没了。阿姨，不用了，公司还有事情，那我先走了。毕竟昨晚我和那个女人……爸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快被你妈骂死了！爸妈，你们叫我来干什么呀？欢欢啊，你在哪儿上班啊？爸爸有空啊，去看看你。我才不想告诉你，免得你又去投资那家公司。我才不想当关系户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多吃点啊！吃什么吃？人家都要跟你离婚了。哦，不用分财产吧？我现在都比脸干净。那小子比你有钱。那可以签了。不准离！你那个老公啊，是个好男人。妈呀，去帮你求求情，让你们俩有机会好好相处。哎呀，好了，我去上班了，就先走了。哎，哎，欢欢，欢欢，别太努力工作啊！淑欢，上班期间不好好工作，周总知道吗？背个假包。你真酸，有什么能比你冒充别人骗周总更寒碜？你信息部主管是 IT 专家，我看你是挺 IT 的。周总，
周总，我刚去调查了保安的监控，保安说监控视频被销毁了。嗯，我已经知道了。你已经知道了？嗯。剩好几天的楼总告诉我，有一个女人贿赂了保安，把监控视频都给删了。查到了，这就是那女人的电话，她就是昨晚的女人。石欢，怎么是你？周总，你是不是拨错了？你看，我要是一，不是七。您好，您拨打的号码。还好我料事如神，给了保安一个空号。石欢，你笑什么呢？要是找不到那个女人，你跟我去公司的养猪场伺候猪。我这就去找。站住！周总，还有什么事？拿着那双鞋子，让公司的每一个女员工都试一下。池助理，这双鞋不是我的。这谁能穿得上？小贾，什么情况？呀，周总在找灰姑娘。下一个。我找到那个女人了吗？连保洁阿姨都试了，都不是。周总，要不你就别找了，你就当喂小狗。那你试了吗？我。我就不是了吧？坐这儿。他不会要亲我吧？世奇，我不行。你害怕吗？难道那个女人？就是石欢，我没有脚气。少废话，是。周总，我来试鞋子。你不是试过了吗？出去。池助理，你继续。你一个小小的助理，还想演技变凤凰？做梦！周总，上次天儿太热了嘛，我的脚热胀冷缩。这次我一定可以穿上的。白白亲，你说谎还真是不打草稿。我叫白莲，我的职位是 IT 主管。把鞋子给徐欢。周总，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出去。这次是真躲不过去了。没错，周总，那个女人就是我。对不起，因为我喝醉了，要杀要剐随便你。池助理，你还真是拜金啊！背个假包也就算了，居然还想冒充我潜规则周总。潜规则？冒充？你以为你编个故事就想就此躺平，不用工作吗？嗯？怎么会不合脚？难道他把鞋子换了？云深，你真的不用再找了。其实我就是那个女人。不行，我试给你看。怎么穿不进去？我明明偷换了另一双，难道高仿鞋的码数不准？白七，不是你的就不要强求。还有。叫周总，没规矩。
石欢。哎，周总。晚上跟我去应酬。应酬？说也是，周妈，到底是谁没回去啊？周总，哎呀，我得谢谢你啊！前天多亏你帮我喝了那杯酒，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那杯酒里啊被我的对手公司下了药，他们还想找个女的给我制造丑闻。如果真要是，我敬。我来。周总身体刚好。池助理好久了。他那天晚上我房间那个女人也是他们安排的。不应该呀、啊，他们的目标应该是我，况且那个女人已经被我送进了治安局。那晚那个女人到底是谁？哎，那天你房间里也有个女人啊？那个，对对对，就是她照顾我来着。啊，这会是谁呢？不会是小池助理吧？怎么可？没错，就是池助理。你，没错，就是池助理。你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别以为我喝醉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那天呀、啊，幸好你照顾我，还给我买解药，所以我才相安无事。啊、哦，对对对。我买了解药了，我就把他送回酒店休息了。哎呀，那可真是辛苦小池助理了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好好好，酒量。来来来，来干杯。干杯。周总，你生意谈下来没有啊？今天根本就不是谈生意。石焕，你给我站好了。你想知道那晚的女人是谁吗？你太高了，你凑近点，我就告诉你。你找他干什么呀？弥补那晚。你送我回家，我就告诉你。石欢，你完蛋了。哥，这是哥，妈祖，你喝不过我。我要练练气息。师傅，快收走。这钥匙给我。石欢，你现在可以告诉我，那个女人到底是谁了吗？是个美女一样的大明星，跟我一样漂亮。啊！怎么了？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家住哪里？你家住在这里啊？对，刚搬来。嘘，别说话。对面住着个怪人。奇怪，哪里奇怪呀、啊？他偷我家东西，偷我家垃圾。你每天都不扔垃圾，想收拾谁呀、啊？我不扔，谁扔？我又没说你、啊。哎呦！行了行了，开门吧。石欢，你到底有没有找那个女人？没有。好吧。
原来他是我家对面人，不扔垃圾的人，结果是他。妈，你让我给我老公送礼物？哎，呸呸呸！什么老公？他不是要和我离婚吗？你这孩子整天就知道糊弄我，你很晚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我送他上西天。妈，又怎么了？周总，妈又怎么了？周总。好，我这就给您送茶。送我那个挂名老公什么呢？送个钟。周总，你的茶。周总，糟了。又接吻了？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这个茶还不错，多少钱一杯？以后公司下午茶就订这个，500。嗯，找财务报销吧。发了发了。对了，周总，你们男人一般都讨厌什么呀？讨厌。比如水果之类的。榴莲。好嘞。周总，这杯也给你。2杯1000块。好。真奢侈。站住。今天在你家门口看到了这么大一堆办公室。把那个女人存款。一定要把这些炸弹全部处理掉。你就是那个女人。你就是那个女人。不是我，周总。同款，这只能说明我和那个女人欣赏水平都很高。我猜你也不是。那天这么细心照顾的女人，怎么可能是你这个笨蛋？你是蜈蚣吗？同样的鞋子，你有这么多双？是5双了，还有1双在你那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找啊！把那个人给我找到。好好好。以后垃圾袋再也不放门口。欢欢，你老公中午要去醉雨轩18号吃饭，快带着礼物送过去。现在就买个榴莲砸死我那个老公。喂，妈。我和那个女人根本就不认识，昨天怎么可能去她家？还有，我不想见她，你让她回去吧。服务员，点餐。剩饭吃了，你需要什么？臭死了！原来是她呀！这个金丝黄菊，还有这个永川秀芽，一样来一份。是你送我去医院呀！快！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！这外皮肯定会扒了我的皮的。欢欢，延伸怎么样啊？延伸？妈，你至于叫他这么亲密吗？哎呀，别废话，我进去看看他。哎呀，别拦着我干什么？哎呀，他现在不太方便见人。行吧，妈就不打扰你了。好好照顾医生。
不就是不小心伤到了你吗？至于叫家长吗？石欢，你给我进来。来了。周总，你有什么吩咐？我想上厕所。护士，他要上厕所。石焕，你能不能小声点？你明年年长也没了。我今年年底就辞职。这是亮虎给你男朋友接一下。我给他接？你让我给他接？算了，我自己憋着。憋着怎么能行呢？你不是他女朋友吗？给他接呀、啊，害羞什么嘛？没见过呀。我不是啊，这怎么接呀、啊？相机要脱掉然后再接呀、啊。不用，我可以憋着。这憋着怎么能行嘛？再磨蹭一会儿呀、啊，那功能就报废了。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周总，你出去。我自己来。那可不行，这毕竟我也有责任。反正之前都睡了，大不了再看一次。赵总，冒犯了。干什么？你都看到了？看到了，第二次看的。你是第二个看到我身体的女人。说吧，要多少封口费？第二个。嗯，第一个是那天那个女人。那个女人也是我。明天放明天假，年底给你双倍年终奖。真的？出去。周总，下次还有这种好事，记得再叫我啊。出去。不对呀，我怎么还给迟欢奖励呢？要不是他的榴莲，迟欢，你给我回来！欢欢呀，也是下半身怎么样呀？妈，你关心他干嘛？你关心关心你女儿好吗？周扒皮，你个癫狗！哼，怎么没有给我放假，还克扣我半个月工资？等我翻身努力把歌唱，非虐死你不可。周延伸，像我这么貌美如花的助理，可遇不可求。唉，我要辞职，不，我要涨工资，不然我……你要干什么？说话呀，貌美如花的池助理。周总，你刷茶，又不是周总，你喝牙。周总，背后说领导坏话，错五百。今天务必帮我找到那个女人，还有帮我订一个酒店。嗯，好的，收到。女人在家里搂搂抱抱，我在公司。好的，收到。今天务必帮我找到那个女人，还有帮我订一个酒店。周延伸怎么那么执着找那个女人？不对，他订酒店干什么？难道还要对我？谢谢啊，周总，酒店我给你订好了，房间号是3636。啊，不懂吓我！这个猪扒皮到底要干什么？石欢，你让我好找啊！周总，周总，站！站住！你是池小姐吧？是我。我们夫人想见你。你们夫人？这个月是金夫人。
您就是金夫人。迟欢，听说你给我儿子戴绿帽子。听说你给我儿子戴绿帽子。你儿子？我是你婆婆。婆婆，上车。婆婆长得这么好看，我那个挂名老公应该也不赖吧？迟欢，你让我好找啊！这丫头精神是不是有问题？哎，随便吧，只要有人要我儿子就行。你出轨？对不起。经典套路，我懂。你干什么？请给我500万。离开你儿子。拿，这张卡上有1000万。1000万？难道我爸妈给我找的老公又帅又有钱？哦，不行不行，没有爱情的婚姻就是一盘散沙。不够。拿，这张卡也给你，里面有5000万。阿姨，我这就跟你儿子离婚。离婚？你们不能离。你是我的好儿媳妇儿，以后我们家的财产都是你的。只要你好好跟我儿子过啊。不离婚？哎呀，我儿子找个媳妇儿他不容易。欢欢，我跟你爸妈知根知底，我知道你是个好女孩。阿姨，我出轨了。哎呀，能理解，这女人嘛，哪里有不犯错误的？妈都懂啊，来，跟妈拍张照。发个延伸看看。哎，这怎么发不出去啊？哎，阿姨，您还是留着自己看吧。欢欢，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呀？工作。工作？我要迟到了，阿姨，我先走了。卡，你留着吧。喂，那个，哎，这丫头。喂，周总，你还没到酒店吗？那我再等会儿啊。那个女人找到了吗？找。没找到。找不到她的话，你就替她做我女朋友吧。什么？不好意思。哎呀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。真不好意思。看来只能先这样了。妈，你有什么事儿啊？我要去酒店谈合作。去酒店谈什么合作？你不会背着我儿媳妇儿出去找别的吧？哎，你看一下。妈，这个婚我离定了。为什么？我确实有别的女人了。什么？那小眼睛是谁？那个勾引你的女人是谁呀？啊，叫什么？妈，这件事情你就不要插手。哎，周延生，我当初就应该把你给扔了，我养个胎盘。这样看看，哪个小眼睛敢给我儿媳妇戴绿帽子？哎呀，脏死了！趁周扒皮没来，简单洗个澡。嗯，就半个小时，竟然让我享受半个小时。赵总，你飞机改签了。
行，那明天见。石欢这家伙会跑哪儿去了？哎，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给你擦干净。周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是这里的经理，要不您把西装给脱下来，我们干洗以后再给你送回去。小夏，你怎么做事的？半小时内撞了两位客人，你还想不想干了？对不起，经理。算了，房卡给我一下，我自己出。还不去了啊？住嘴，这边请。小夏，给我过来。石欢，周隐身。我的眼睛，石欢！你个流氓！石欢，你要造反啊你！石欢，我的眼睛！周总，你别过来！石欢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衣服脏了。你别告诉我，你衣服是因为楼下服务生的咖啡弄脏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以为我会信吗？石欢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不，喜欢上自己的老板，我怕折寿啊！少废话，你要是找不到那个女人，你就是我的女朋友。周总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哪有？你只要陪我回家见我妈，帮我顺利离婚，我就给你升职加薪。什么离婚？你是个已婚男？看来那晚的事情我一定要烂在肚子里。嗯，我是包办婚姻。渣男！我当初怎么会睡了个已婚男？我也已婚。周医生，周医生，不会吧？这就被我打晕了，臭渣男！有老婆还让我帮你找那晚的女人，有老婆还让我做你女朋友，哼！不裸奔，谁裸奔？等会儿就去辞职。妈，什么？你的意思是我那个老公也出轨了？怪不得那个金夫人对我那么热情，原来犯错的人不止我一个。死完就离婚。嗯，周总的酒店就是这一家。周总，我来了。我一定要。石欢，白莲，这谁的衣服啊？周延伸的呀。石欢，不要脸！怎么哪儿都有你？说，你是不是睡了周延伸？反正都要辞职了。对呀，我睡了。怎么，你咬我呀？石欢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周总一直在找的那个女人就是你？你说莫高官也是你的，是不是？
对呀，我就是周总一直要找的女人，高跟鞋也是我的。你要是想睡，你也去啊，房间都帮你开好了，3636号房，衣服都帮你脱好了。说话啊，怎么见到鬼啦？石欢，原来那个女人就是你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是为了跟白主管赌气才故意这么说的。我就知道，周总，石欢就是个拜金女，我看她就是想冒充那个女人来讨好你。她是什么样的人，不用你来提醒我，我比你更了解她。是吧，池助理？他是在为我解围吗？还算有点良心。就是，你什么人？有什么资格评价我？听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池欢解除总裁助理一职。听到没？周医生，你耍我呢？我刚去的饭。像你这种人啊，早就被滚蛋了。升职为总裁秘书，不用听命于任何部门，即刻生效。妈妈，你能给我转200万吗？我要赔违约金。石欢，你这丫头能不能给我出息点？人家上班是赚钱，你上班赔钱，赶紧给我滚回家！你和你老公。妈，那个男人都出轨了，我还要他干什么呀？哎，对了，你当初出轨时有没有哎呀，安全措施啊，我怕你怀孕。不可能。不能怀孕了吧？哎，不行不行，我还是要去医院做个检查。周总，你想好了吗？想好什么？做我女朋友。周总，我想请个假。臭男人，有老婆还有女朋友，玩真坏。怎么了？你身体不舒服？不是，怎么了？我怀孕了。坏了。坏了，坏了，坏了什么？来，擦一下。我怀了他的孩子。周总，我想请假去医院。去医院是干什么呀？我身体有点不舒服。要是真的怀孕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周先生可是个已婚男。哪里不舒服？肚子。待会儿有个项目会，等开完会，我陪你去。你陪我去？对啊。周总，你很关心我。这老板关心员工不是很正常吗？很正常。吃到了还不出去？我们周氏集团2023年几个项目重点效果还是不错，如果说我们2024年不拿出决战的状态的话，我们公司随时有可能被市场所淘汰。石欢，投屏。石欢，投屏。碳纤维项目将是我们公司2024年的重中之重。如果说咱们将此个项目做好的话，对于我们周氏集团来说将有更大的发展。咱们都知道，碳纤维具有强度高、重量轻的特点，如果将其应用于车辆设计的话，我真的怀孕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相信这将是突破市场的一个壁垒。小高，把大屏幕数据分析一下。念呀，怀了老板的孩子怎么办？什么？石欢，散会。我这
怎么能一发就中啊？张元胜，张元胜，糟了糟了，他肯定看到了。迟欢，周总，你刚才在干什么？厕所，我上了个周总。啊不，我上了个。你怀了我的孩子？迟欢，如果那晚那个女人是你的话，我会对你负责。我没谈过什么恋爱，但是我会尽全力对你好。周总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有一点，你很可爱。可爱？嗯，蠢的可爱。你不可以，你不可以喜欢我。我可没有给女性同胞戴绿帽子的癖好。周总，那晚的女人真的不是我，怀孕的是我朋友，是我朋友怀了他老板的孩子。真的？是真的。那个，我还有工作，我就先走了。谁呀？那么无聊，女床怪人。我倒要看看怀了老板孩子的人究竟是不是。石欢，中午给我送一条水煮鱼过来。朱总，一个水煮鱼。我不饿，你吃吧。排队半个小时，你又不吃了。嗯。石欢，你不恶心？恶心？多难啊！周总，你尝尝。别动！他不会要亲我吧？你都蹭脸上了都。虽然他长得帅，对我也还行，但不该有的感情绝对不能有。那晚的女人，你尽全力帮我找，毕竟她帮我解药，我会弥补一点。但是如果找不到了，就不用再找了。真的，不用找了。因为我有在意的人。那人不会是我吧？你不好奇那个人是谁吗？周总，你还有没有想吃的东西？我下次再给你买。嗯，我这样，一来一回，脚都要跑断了。那个，我就先走了。站住！石欢，在我手下工作很累，是不是？不，比吃了猪强多了。你拿我和猪比的？周元生长得这么好看，他的孩子……从今天开始，你和白莲调岗。调岗？嗯。石欢，你可以先走了，因为从今天开始，就由我来伺候周总。石欢，只要你说一声不，我就……太好了，还听说你们的工资比我高多了，赚了赚了。以后呀，伺候周总的工作就交给你了，记得收拾一下。石欢，我就是试探一下你，你还真走啊？周总，你想让我怎么伺候你？好可爱。夹娃娃不道德，还伤身体。再说，周岩是那么好的基因，要不辞职去父留子？池助理，你要跳槽啊？跳槽好啊！我以前还不知道你的日子居然过得那么惨。惨？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总裁助理居然还要刷马桶的。刷马桶？周医生从来没有让我干过重活呀。我刚听说周总让白莲把马桶里的水刷到能喝为止，
我估计白莲受不了了，你就会被调回去。我说我这个左眼皮怎么一直在跳？左眼跳财，右眼跳灾。池助理，你也不用太担心吧。那要是两个眼睛都跳呢？也有可能是中风的前兆。不行，我现在就要跳槽。我现在工资是一万块，孩子生下来不买衣服，不是一万一不能再少了。周总，感谢您能过来跟我一起面试新员工。不用客气，毕竟周氏和风华要长期合作，不分你我。是。18号面试，19号做好准备。周华平，周华平，周总，你有什么吩咐？石欢，帮我把文件拿到风。周总，我现在已经不是委托你了，盯着白莲。他在刷马桶。19号进到会议室面试。跟你说吧，周总。这是怎么了？让那小员工闹点脾气而已，没事。啊，哈哈。19号到了。你好，我叫池周周元山。你好，我叫池周周元山。怎么这么巧？周总，你们认识？哎，我看池小姐这简历上很是优秀的嘛。小姐，我觉得你叫前任老板就是一头猪，有眼无珠，放着这么好的人才不珍惜。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大前任老板，周总，我就是串个门啊，不，我不是石欢，你们认错人了。石欢，你给我站住！我靠！刘总，哎，石欢。慢走啊！周华平肯定不会放过我。说啊，给我站住！我都说你认错人了，你真的认错人了！放我站住！说啊，你怎么样了？你跑什么呀？我又不会吃你。孩子，我的孩子。孩子，你真怀孕了？她怀了谁的孩子？我的吗？如果真是我的，那晚的女人。医生，她怎么样了？不会有生命危险吧？没什么大碍，只不过，不会是孩子有问题吧？孩子。你是她男朋友，你不知道？啊？我怎么了？医生说是不是孩子没了？你没有怀孕。我没怀孕。你生理期来了，医生说你低血糖，要出去多休息。太好了，我没有怀孕。石欢。你到底要骗我到什么时候？你说你单身，那你怎么会怀疑自己怀孕？那个男人到底是谁？你不高兴是因为这个？你是不是蠢？你不知道？你不会吃醋了吧？对，我就是吃醋了，我就是喜欢你，石欢，我喜欢你。你干什么？石欢，我喜欢你。周总，心理自重。我给你3天时间和那个男人分手。石欢，我知道那晚那个女人不是你，但是我也叫定你了。给你放1天假，好好想一想我们的关系。
池助理，你昨天怎么没来上班啊？你真的准备跳槽？跳什么槽啊？我现在想辞职都难。啊？还不是那个周扒皮？周扒皮叫你去办公室？哎，让他去死！周总。关门。故意躲周啊？周总，公司明令禁止办公室恋情。你说实话，你到底对我有没有感觉？我，周总。我承认我对你有好感，但是我们不可以。周总，我是前台小刘，有位女士找您。谁呀？她说她是您的岳母。岳母？岳母？周延生老婆的母亲？我有事，不打扰你。李雪花。周总，把这份喜欢藏在心里吧。违背道德的事情，我干不了。不能一错再错了，助理。池助理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呗。延伸啊，我是来替我女儿向你道歉的。阿姨，其实延伸，我女儿性子顽劣，她没能好好珍惜你，你能不能再给她一个机会啊？阿姨，我和你女儿的婚姻必须结束。周总居然隐婚了，你想不想知道他老婆是谁？我没兴趣。我有兴趣。你陪我去。我才不去。听不清呀。没问题，我顺风耳。我女儿可能怀孕了，孩子不是你的。总裁夫人怀孕了，孩子是周总。我会让那个男人对我女儿负责。他没有周总负责。是我女儿对不起你，我带了离婚协议书。周总对不起夫人，夫人一睡醒就哭。周云生，你怎么这么渣？我要回家继承家产，老娘不干了！周云生，你给我滚！谁呀？怎么是你？石欢，你又翘班。我就翘班，你管我？我去找你老婆去。哎，我已经签了离婚协议书了，我跟那个女人没有任何关系。你糊弄鬼呢，渣男！人家都怀孕了。那个孩子不是我的。不是你的？对，我跟他之间从来没有夫妻之实。我和我那个老公也没有夫妻之实。你干什么？我想。放下吧，周医生。我不是渣男，虽然我和林英妻子没有感情，但是我会打离婚补偿，还有那晚的女人，我会补偿给她，避免以后的纠缠。实话，做我女朋友好不好？臭死了，一身酒味儿。走。你干什么？洗澡。先逼我帮你脱衣服，然后把你衣服扔进马桶里。真记仇。
这么菜还喝酒？欢欢，离婚协议书已经寄到你家了，趁早去民政局离婚。石欢居然结婚了，那个男人是谁？你好，先生，您的快递。好，好。这是离婚协议书。哎，你手上拿的什么？离婚协议书。你也离婚了？啊、哦，但是还没审快乐证呢。所以周元生，我们还不能在一起。他是谁？叫什么？在哪上班？多高？多重？长什么样子？我不知道。你在乎他？怕我针对他？哎，我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他是谁。你连你老公叫什么你都不知道？我就是不知道。还有，你谁呀、啊？我凭什么告诉你？我好奇不行吗？等我知道那个臭男人是谁，我……那你知道你老婆叫什么名字吗？我不知道。你连老婆都不知道叫什么？你在乎他？你怕我针对他？出去吧你！我要睡觉了。我家门锁坏了，今天住你这里。周延生，你无赖！给我看看那个男人到底是谁。哎，细看你，拿来吧你，我先看。周延生，怎么是你？不会吧，他就是我那个结婚两年没见面的老公。你是？我去开门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刚才那个快递我送错了，那个快递是隔壁的，我就住隔壁。啊？嗯，那好。哎，原来你住我隔壁，那个经常偷我垃圾的怪邻居是你。是啊，我喜欢吃垃圾。啊，这个工作压力大，有点癖好，也正常。哦，时间不早了，你快走吧。我家里门锁坏了，所以今晚只能再麻烦石助理周留我一晚。周总，我觉得当务之急是处理我们各自的婚姻问题，你和我的事情，暂时散了吧。暂时？嗯。好。等我处理好离婚的事情，再安抚好那个女人，我们就……要不我坦白，那晚的女人就是我。周总，项目相关的几位老总已经到了。算了，等我离婚后再坦白吧。我这里有个会议要开，先走了。嗯，等一下，这是给你的解药，以防再被人算计。什么？你关心我呀？是来自下属的关心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拜拜。我走了。抱歉，没忍住。这顾客什么心？怎么感觉这么热呀？石欢，石欢，石欢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哎，你干什么？你给我的解药有问题。糟了，我不会搞混了吧？
帮我。解药，我给你吃解药，走。你坐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去拿解药。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热，我想洗澡。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我没事儿，你就是我的解药。你们确定我儿子半夜跑进一个女人家？是，金夫人。肯定是这个野女人，周延生。你恩将仇报，抱一下就暖和一点了。不要，我开空调。嗯，你是在找这个吗？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这样可比开空调暖和多了。周总，你。是什么时候开始对我？公司茶水间的时候，你贴着我，偷听我打电话，很丑，很可爱。你这么可爱，我妈一定会喜欢你的。周连生，你给我出来！别躲在屋子里边不出声。我去开门。不用，外面的人是找我的，你躺好，别凉着。嗯。妈，你怎么来了呀？妈，你怎么来了呀？臭小子，你要气死我呀！玩的挺刺激的是吗？啊？你考什么？时间不早了，要不您先回去休息。周延生，我警告你，你敢给我儿媳妇戴绿帽子，你们把她给我绑回去。妈，你忘了吗？我和你儿媳妇是包办婚姻，而且那个女人还出轨。我不听，你有什么资格说她？好好看看你自己，回家，否则我就进去。不要让这个女人身败名裂。好，我跟你回去。大家走。他走了。我就要看看这个野女人比我的儿媳妇到底好在哪里。池欢，阿姨，阿姨，欢欢，怎么是你呀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我家呀。你家？嗯。延伸这个臭小子。跟老婆恩爱有什么好藏着的？这是什么？离婚协议书。哎，原来这个臭小子
是来找池欢离婚的。不行，你们不能离婚。哎呀，这不行，我是中。好花啊，听话啊，赶紧回去睡个美容觉啊。阿姨，我和您儿子真的不合适，而且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欢欢，乖啊，回去睡觉。哎，婆婆呀，回去把你的老公好好的调教一番啊！乖乖，阿姨，阿姨，啊，乖。哎，赶紧把衣服给我穿上。你知道错了吗？我有什么错？从头到尾。我就没同意这门亲事。不要跟我说这些，好好一个日子被你过成这个样子。妈，你把户口本给我吧，我不接受我爸回忆。不行，赶紧跟那个野女人给我断了。妈妈，疼疼疼疼，你知道疼啊啊！你老妈把你老婆给你准备好了，就等你热炕头了。你倒好，钻别的女人被窝里去了。这不是还没做吗？哇，你真的那么喜欢外面的女人？我喜欢。很喜欢。我不同意，咱们家的户口本你休想拿走。三天以后我给你和你老婆举办一个晚会。我不去。你要是不去，我就去找那个野女人。好，我去。到时候当面和那个女人谈一谈离婚的事儿。妈，我怎么还没有收到离婚协议书呀？你是不是填错地址了？哎，算了，你把那个男人联系方式给我，我自己约他去领证据。欢欢呀，你婆婆给你举办了一个晚会，你和你老公当面谈谈吧。哎，您不去吗？不能，你们是联姻。不是双眼睛看着你们的，必须去。那好，那你把地址发给我。小贾，我先睡一会儿，你帮我盯着周总。周总，是这就叫老太太在干什么？好的。怎么这么可爱啊？周总，去休息室睡。不用。下次睡觉盖好毛毯，别着凉了。嗯。池助理，你在公司睡觉，周总居然不生气，牛啊！你现在是公司唯一一个获得周总特别关心的人。凭什么？带薪睡觉无比美妙。池欢，给我起来！上班时间睡觉，你还想不想干了？上班去。管那么快，你家住海边。我现在是周总的助理，我有权管你。看好了，距离上班时间还有15分钟，想睡就睡。你拿公司当你家了，你想睡就睡。哎，对对对，公司是我家，我们都是你妈，行了吧？你，我警告你，吃瓜，收起你的胡骚味。周总是我的男人，谁是你的男人跟我没关系，别没事找事。还有，你今天早上是不是用马桶水刷牙了？真臭！谁让你不跟我说干嘛？你给我捡起来！我不，你给我捡起来！不可能！我的妈！长打！你们在干什么？
周总，是不是在打我？你打他了？打怎么了？我知道你什么？再说了，我就轻轻推了一下，他自己就倒了。你分明是拿拳头抡我的！周总，你刚刚肯定也看见了吧？我没有看到。周总，你明明……你是不是容不下他？对，迟欢真，你被开除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被开除了！整天就知道针对同事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，周氏集团不需要你。保安，周总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今后上班时间延后一个小时。把包给我捡起来，否则我……算好了。大主管，请不要打扰周总，请我跟你走。前段时间你偷换了周总办公室的那双鞋子，周总让我拿回来扔掉了。周总居然知道那双鞋子在这里面，我不要了。好，你立刻去办离职。迟欢，你给我等着！石九里，牛啊！周总居然为了你把上班时间延后了一个小时。这些呀，都是为了大家好。但说不定他的性格，下班时间也会往后延迟一个小时。你不要捂他嘴。怎么还不下班？我还倒开始了。徐助理，周总真的为了你延迟了一个小时下班。这资本家的羊毛可不是我们想薅就能薅的。周总来了，他笑什么？不能那么好笑吗？当你弱小的时候，你做什么人家都觉得是笑话。我才不弱小。那你去跟周总说让我们下班。去就去。周总，周总，你救护车还怪好的呢。你在公司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啊？你对不起。你摔倒没有？没有，那个周总，我们可以下班了吗？可以，但是以后走路小心点。谢谢周总。谢谢周总。周总，那我就先走了。等一下，周总还有什么吩咐？给我买一条新皮带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要同一个牌子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这一条腰带的价格相当于我一个月工资了。啊，糟了，我会要开始了。这晚会都要开始了，我上哪儿去找高跟鞋呀？白莲偷我的那双。难怪上次穿着大，果然是被白莲偷了。哎，我那个冠名老公怎么还不来？我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啊。美女，听说你找我。你是我老公？这就是我妈口中的帅老公？谢
现在的女的都这么开放，上来就直接叫老公。宝贝儿，就是你老公，来，老公抱。我是来和你离婚的。你还没结婚呢，就算结了婚，我也不会和你的。没结婚，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我认错人了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叫了我老公就是我的女人，我还没睡过你这么漂亮的女人，跟我走。放手！放手！我还上手！啊啊！臭娘们，你敢亲我？啊、我不仅要亲你，我还要打死你这个猥琐男！你见过爆炸弹吗？啥？爆炸弹？啊啊啊！周总，您还在找浪漫的女人吗？忘记告诉你，酒店的视频都有备份。给我看一下。周总，这就是您的面属此官。是他？打死你！怎么是你？跟我走。我凭什么跟你走？我还要等人呢。哎，你干什么？酒店监控有备份，罗总已经告诉我了。那天晚上那个女人就是你，石欢。看见你，远跳楼。真是纯的可爱。告诉那个女人，忙快取消，三天后民政局解。怎么感觉怪怪的？我给你钱，快走，快走，快快快！周总，施助理，这是自投罗网吗？施助理，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啊？嗯，我那晚只是个意外，大不了我补偿你。你想我怎么补偿？什么？你知道我对你的感情？不行，周先生，我们都是有家室的，我们不可以。开车。司机，放我下车。我不可能放你走。三天后。我会去民政局和那个女人离婚，你尽早和那个男人离婚，听到没？你凭什么替我做主？就因为我现在是你老板，以后是你。你放开我！是我，你现在必须补偿我。周先生，我凭什么补偿？再说了，吃亏的人是我。好。那换我来补偿你。周先生，你放开我！石欢，我喜欢你。周先生，我不接受你的喜欢。你必须接受。你不能抢来！周先生，你别再靠近我了。实话，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喜欢过一个女人，你心真狠。你哭了。我和那个女人从来没见过面，更没有感情。实话，我喜欢的人一直都是你。周延生，你就这么安慰我？啊，周先生，池助理，梦到周总了。去，上一边工作去。该死的周先生，你晚上什么玩的东西？累死我了。那，你的快递。快递？谁呀、啊？
我的结婚证，我的结婚证。你也结婚了？嘘，小点声。结满身就是单身贵族了。我想看看你老公长啥样。好，我们一起看。结婚照应该是我妈找人 PS 的，我看看 P 的怎么样。妈，结婚证我已经收到了，我现在就去民政局。记得戴墨镜和口罩，千万不能让媒体拍到你们离婚。好，放心吧，我知道了。那个人怎么那么像周总啊？妈，我到民政局门口了，那个男人呢？不就是那个池的大小姐是吗？这声音好耳熟，我们以前见过。见过又如何？没见过又怎样？赶紧把这留下，走吧。请摘一下墨镜和口罩。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。该你了，我去趟洗手间。哎，终于是自由身了！我的车到了，拜拜。再也不见呀，前夫哥，拜拜。迟婚！妈，快过来，你帮帮我呀，快！好好一个老婆，你说不要就不要，你背着我把婚离了才知道来找我。妈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同一个人呀。妈。你把你聊天去，干什么？妈，准备好了吗？啊！妈呀，你得帮帮我呀，妈！我只要吃饭。妈，你得帮帮我呀！我只有你这一个妈呀，妈！你哭什么呀？哭，跟你爹一个德行，追妻去啊！追妻？我上堂怎么办呀？妈帮你想办。怎么了？哦，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还不追你老婆去？哎，妈，是，您看好吧。哎，这下没有了。李三，迟婚。其实我就是你的前夫哥，我们不婚吧？不能这么说，你迟欢的脾气。啊，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周总，你找我？啊，不管。看来只能用我妈说的那种蓝色诱惑。迟欢，你要不要考虑考虑我们的关系？什么关系？这种关系，这里是公司，就不能克制一点？我克制不了，因为我现在和你父结婚。那个，我们细水长流嘛。来，只要你永远是我的就好。那，先去工作了。嗯，就没有第三次了吗？什么第三次？盖章了，花给我。走了。
我们第一次约会就来你家呀？你想让你尝一尝我的手艺？看不出来，你还会做饭。你做的饭能吃吗？周淑云是这种事事不沾阳春水的公子哥，下次不会毒死我吧？尝一尝，味道怎么样？卖相真不错，绿油油的，五颜六色的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嗯。啊，好饱啊！味道好极了。一起看电影好不好？好啊。红、怎么了？周延伸，两个周延伸，周延伸，两个周延伸，好多小人在跳舞。嗯，哎，吃饭。吃饭，什么小人？我感觉那么痒。他不会是食物中毒了吧？哎哎，吃饭吃饭。先生，小姐吃了没煮熟的豆角和蘑菇，食物中毒了，现在已经好了，没事了。好，谢谢。乖乖，你醒了。延伸，我怎么了？对不起，你食物中毒了，都怪我不好。我中毒了。哎，石焕，石焕，你别吓我。欢欢，终于是我中毒了。我好不容易才离婚，我还没有享受过人生，真享受过一个男人吊死在一棵歪脖子树上，我还没有享受过大森林。都说了你没事的，你不用安慰我，等我被赶了之后你就告诉我爸妈，都他们不要再穷养女儿了。没想到我吃荤竟然被一盘豆角和蘑菇给毒死了。花花，你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周延伸，我喜欢你。花花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死到临头了，装矜持还有什么用？周延伸，我喜欢你，从见你第一面起我就看上你了。欢欢，你是在向我表白吗？复婚有望。诶，我的红疹子呢？都说了你没事的。哼，都怪你，一点生活常识都没有。你知不知道舒家差点没了继承人？石家不能让他知道我的身份，你能让他误会我当他助理是为了商业机密。说中毒的事情以后你不许下厨。还在隐藏身份，这么喜欢演戏。你要干什么？石欢，都是我不对，我要补偿。怎么补偿？肉偿。我答应我不需要大森林，只要我一个好不好？好。石欢，你从一开始就是我的，穿高跟鞋的样子很美。谢谢你的喜欢。充一下内容好吗？嗯。延伸，你和花花怎么样啊？我特殊。来了，在卧室。妈，您怎么来了？花花在啊。你小子，哎，你趁早跟他坦白你是他情妇，赶紧跟我复婚。拜拜。
好了嘛，哎呀，哎呀，你放心吧。哎呀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我跟你说，石娇要让欢欢去参加名媛会，那名媛会上面可不缺富家公子。自己好自为之。嗯，走了。名媛会，哎妈，我刚离婚，你就不能让我消停点？我去，妈，这不是怕你无聊吗？谈个恋爱玩一玩。名媛会上的各家公子，妈，我有喜欢的人了，就是我老板周延伸。我不是才和延伸离婚吗？怎么又喜欢上人家？这丫头。夫人，这是大小姐的晚礼服。不用了，收起来吧。她不去参加名媛会了。这么好的裙子，说不要就不要了。小莲啊，小莲，咱们俩怎么好久没见面了？妈，你是不是又偷东西被上户人家赶出来了？那又是哪个大户人家？别吃石盛集团的东西啊！石盛集团啊！哎，这是给我的吗？那是大小姐的衣服，但是她不要了，你拿去穿嘛。大小姐的衣服啊，多得很，随便挑几件，看不出来。真的啊？啊！我跟你说。今天晚上有个名媛会，你穿起那件衣服去的话，肯定会叫个金龟婿回来。你要是被池家大小姐发现了怎么办？哎呀，不会的，大小姐从来不会参加那些社交活动。哎，再说了，为了保护她，始终从来都没在那些大众面前呐、让她曝过光，你都放心去嘛。你等着瞧，我再去给你挑几件出来。哎，吓死我了！你和周总谈恋爱了？才没有！石信啊，我早就知道了，你和周总早就各自离婚了。小姐，那你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，我暂时还不太想公开。成，但是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听说今天晚上有名媛会，你这样子看上去非富即贵的，肯定有办法带我去。名媛会不就是相亲联谊会，也不是不能去，就是不能让仲延生知道。要不今天就向欢欢坦白呗，那个前夫哥就是我。周总，您找我。欢欢，那个，我有一个朋友。什么朋友？你别管那么多，就是我有一个朋友，他老婆离婚之后，他发现他最爱的人就是他老婆。啊？不是小董去看中了吧？真实世界，身边爱你。嗯。那男的纯属一个，不要一个。嘘，欢欢，那个。你最想要什么？我弥补你。那我们的事情你情我愿，你弥补我什么？不是那晚的事情，你有没有什么最期待的事情啊？升官发财当寡妇啊啊啊！哎呀，你这会要开始了。那个周总，我先下班了。喂喂，周总，我是白莲，您还记得吗？我想邀请您参加名媛会，做我的男伴。你什么身份？想让我做你的男伴？我是池盛集团的大小姐。我是池盛集团的大小姐。白莲，你有病吧？以后别再骚扰我了。小赵，叔叔，石助理呢？听说石助理带着小贾去参加什么名媛会了。名媛会？
陈少爷，你今天也太漂亮了吧！你是不知道，我更漂亮的衣服还没穿呢。陈少爷，你说你到底是不是富家千金啊？看着你这身行头，也不便宜了吧？我跟你说，那你不要告诉别人，其实我就是驰骋集团。欢迎驰骋集团千金大小姐莅临名媛会。这不就是我那条高定晚礼裙吗？大家好，我就是驰骋集团的大小姐。池助理，原来白莲就是驰骋集团的大小姐。驰骋集团哎，全球一百强，他怎么又冒充我？大小姐，你可终于来了！今天这场名媛会啊，就是高峰为您举办的，叫我老冯就行。来，各位，我们一起跟大小姐合个影。等一下，传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就是驰骋集团的大小姐。拿开你的脏手！我不是驰骋集团的大小姐吗？难道你是吗？一股子穷酸气，别弄臭了我的衣服。哪来的洋洋，敢怀疑我们大小姐？就凭她这身高定晚礼服，就足以证明她就是首富千金。晚礼服是我的，尺码当然也是。你穿着不紧啊，肉都鼓出来了。这衣服就是我的，我看你就是羡慕、嫉妒、恨我。小姐，告诉大家，他是谁？池助理。大家都听听啊，一个集团的大小姐，怎么可能是一个小助理？是我的弟弟。你惹了我，就要付出代价。老冯，嗯，让他跪下，给我道歉。不知廉耻的女人，赶紧下跪，给我们大小姐道歉。哼，笑什么笑？你别逼我扇你啊！连自己的主人都不知道叫什么，你是什么品种的狗？臭婊子，居然敢碰我！来人！把这个死丫头扔出去！我看你们谁敢动她！朱医生，您怎么来了？周总，您不会因为公司的一个小职员得罪驰骋集团的大小姐吧？住嘴！你要再胆敢侮辱我的妻子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！什么？什么？这个死丫头是你太太？不，这位小姐。不仅如此。两年前，我和池家秘密联姻，我可以证明，她就是池家大小姐池欢。我的前夫原来就是周延山，驰骋集团？怎么可能？难道真的是大小姐？大小姐，对不起啊，我有眼无珠，我知道错了。哦，这个女人不知道从哪儿偷的邀请函，她骗了我，都是她，都怪她。冯总。你现在是否应该知道该做什么事了？嗯，臭女人，眼睛还想憋疯？谁给你的胆子冒充我们大小姐？来人啊，把这个臭女人给我扔出去！都你们干！你给我等着！黄欢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周延生，原来你一直在骗我。徐欢，徐欢，你听我解释。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从一开始就知道那晚的女孩是我，对吗？你别说喜欢我。
一边又要说跟我离婚，你就是来看我笑话的，对吧？这下你满意了，周总？我也是离婚后才知道这一切，这一切都是巧合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就是害怕你知道后会有这样的反应，所以你就一直都在欺骗我。是，在这件事情上我是有错，但是我从头到尾都没有骗过你。实话，我喜欢你，我想真心和你在一起，为了你，我可以付出我的一切。可我相信你。我喜欢你，迟欢，想跟你好好在一起。不用相信，我只需要证明我自己。表哥，清够了没啊？你怎么过来了？看来这就是嫂子了。嫂子你好，我是周延生的表妹金宝宝。你好，我迟欢。本来姑妈让我来助表哥一臂之力，看样子不用了。你别牵着就行了。不会的，嫂子，你给我说说和哥哥是怎么开始的吧。我？对啊。哎，等等我。顾城，迟欢出现了。你就是白莲？我不认识。没关系，我听说周延生和迟欢让你在名媛会上出了丑，这种感觉不好受吧？你想怎么样？我不想怎么样，我只是想帮你，帮你回到周延生的身边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最开始本来是我跟池家联姻的，但是谁知道我家的地下生意被人举报了，破产了，池家竟然悔婚，他们欠我的，我一定会拿回来。哦，原来你就是那个传闻中曾经掌管地下赌庄的富家大少。没错，所以啊，我们两个有共同的目标，拆散池欢和周延生之后，池欢归我，周延生。富少，我很累。迟欢惹了我，我永远都不会让你好过的。下班喽，陈助理，你和周总喜结良缘啦、啊？你怎么知道？你们两个眉来眼去一天了，我都看到了。开会的时候，你俩那个脚都缠一块了。池助理，还是你牛，能降服周总那个大魔王。温柔温柔的，滚出去！老板做的重新做。我不干了，说话太难听了。哎，小林，喝了这杯忘情水。忘了老板那张嘴。池助理，你家慈盛集团还招人吗？我想跳槽。我想跳槽。哇，大家都是高材生，人才啊！这破天荒的富贵，终于要轮到我池盛集团了。池助理，身为周氏集团老板娘，这样挖墙脚，恐怕不太合适吧。大家稳住，我先走一步。这个猪八戒说好了，低调低调。妈妈，老公，听我妈说，今天家里面会来一个贵客，要我一定回来。谁呀、啊？可能是他们生意上的朋友吧。那我们复婚的事情。要不要给他们提一下？这还没复婚，你着什么急呢？这不是怎么事情吗？
我想给他们一个惊喜。都听你的。叔叔阿姨，欢欢还有多久回来呀、啊？哎，来了，应该快了吧？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快坐，刚好饭点。别吃，来来来，欢欢，我做了你最喜欢吃的红烧肉。妈，这就是你说的贵客。你从小不是和富婆玩的最好吗？现在富家有难，咱们家能帮衬就帮衬些。不行，你这孩子。欢欢，你是不是和富鹏有什么矛盾呢？爸妈，富家以前就是做地下生意破产的，富鹏手上可能有不干净。富家破产的时候，富鹏还在国外留学，我看他呀不像是那种人。对呀、啊，阿姨说的对，那些事情都是我父母干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再去炒两个菜。好、哦，炒两个菜。嗯，来来，白莲给我的药足够让这些人对我言听计从，等他们吃了，就让石欢离婚和我领证，还要把石家所有财产都转到我的名下。这些呀、啊，可都是我的拿手好菜，大家快尝一尝。哎。你都不吃啊？快吃啊！富鹏，你先吃吧。吃吧。怎么，怀疑在里屋？我不舒服，不用上楼。不是，你们吃的好好的，怎么就？富鹏啊，富鹏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富鹏，请你滚出我老婆家！凭什么？就凭你在菜里面下药！周明轩，偷拍我！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我的家人。富鹏，敢觊觎我老婆，想死啊你！这一次送你们走运，下一次可就没这么简单了。你们迟家欠我的，一定会拿回来的。文件我已经发公司大群了，有任何问题你们可以找池助理。你们都看我干什么呀？谁看的？没想到池助理私底下玩这么花，这种人居然配当我们公司的老板娘，我看我们公司要破产了。周总头顶一片青青草原呢。别胡说，这照片肯定是 PS 的，隐身，这照片的人根本就不是我。我相信你，你不是这样的人。周总，上热搜了。怎么样，富少，我办事的效率可以吧？办得不错，我会让池欢乖乖的成为你的应检树。富少，去吧。把池小姐给我请，记得礼貌一点。是，快去。池大小姐，干什么？我不认识。傅少有请。周总，那不是池小姐吗？快跟上！富鹏，有什么要求你提，不要在背后搞这些小动作。我不搞这些小动作，你会乖乖的见我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别忘了，当初是你毁了我，
现在我山穷水尽了，需要你的帮助。顾总，你穷得了幻想症吧？自始至终，史家跟傅家就没有任何婚姻约定，我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他妈不管！现在我们傅家破产了，但是在道上也有点人脉。如果你以后想过安身的生活，就得上道点儿。说吧，你想要多少？50亿。你疯了吧？我哪来那么多钱？你没有，但是周家跟池家有啊，这点钱不算多。你不要得寸进尺。没钱也行，只要你把我伺候舒服了，兴许这事就算了。白日做梦是吗？现在你在我地方，由不得。你干什么？到时候我让你怀上了孩子，你爸还不是会乖乖的将池镇集团交给你？加油！医生，你敢碰他，我要了你的命！哎，这不是周氏集团的周总，真是大驾光临，是我跟池欢闹着玩呢。胡凡，你没事吧？我警告你，离他远点。正好，我跟池小姐有一笔生意要谈，但是呢，池小姐嫌贵，要不周总您帮她参考参考。医生，你不要相信他。怎么个算法？池家家大业大，难免有坏人惦记。我念在是世交的份上，卖他一个护身，再加上他欠我，总共50亿。顾少，真是狮子大开口。不过，我倒是有个建议。但说无妨。我把你送进去，保你一辈子衣食无忧。那就是没得谈了。你说呢？到时候。薇娜，啊！我马上回来。怎么了？我爸出车祸了。你做的，周总，我劝你好好考虑考虑，我有的是时间。这是我名片。不管，我们走。朱少，就这么让他们走了？游戏才刚刚开始。没什么事儿，不用担心。你没有事儿？你们怎么来了？不用担心。我当时啊正在遛弯，不知道哪儿窜出一辆车，唰就到了我的面前。哎，幸亏我反应得快，躲得及时啊，就腿上擦破点皮。没什么大碍，哎，倒是你们，这热搜怎么回事啊？都证实了，那都是谣言，那是金人公司故意抹黑我们公司。啊，没事就好。爸，我去给你买点吃的。嗯，我陪妈一起去。哎，好，去吧。哎呀，傅明他竟敢动我爸，我现在就报警。好吧。你别冲动，
我调查过了，爸出事的地方没有监控，不能，没有证据。可是，我不想这样每天都提心吊胆。老板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的。不，欢欢，你怎么了？欢欢，你怎么了？我想吐。严生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听说欢欢爸爸出了事儿，我来看看他。啊，欢欢，这是我们自家果园种的橘子，给你爸尝尝。来，亲家。哎，不吃了。怎么样，我们这个水果的味道还行吧？哎，太甜了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好酸啊！欢欢，你不觉得这个酸吗？不酸啊，刚刚好。哎，你不是怀孕了吗？不可能！欢欢，欢欢是不是真的怀孕了？先生，你和欢欢有没那啥？什么东西？安全措施。啊，这个我们……小子，你要当爸爸，我们要当外公外婆了。欢欢怀孕了。我真的怀孕了。哎呀，你不但怀孕了，你还是怀的多胞胎。你真是我们周家的大功臣。哎呀，我倒只想怀一个，不想那么辛苦啊。对对对，太辛苦了，太辛苦了。欢欢，你放心，无论从物质、身体还是精神上，我们周家一定照顾到位。谢谢妈。医生来了，你怎么了？从医院回来，你一直闷闷不乐，怎么怀孕也不开心啊？怎么会？你怀孕了，我就当爸爸了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这还差不多，我睡了。我一定会保护好你们母子的。哎，富少，你电话响了。爹。喂，周总啊，想通了。下午2点，北城路涮羊肉，我等你。好。不见不散。哎，周总要见你啊。什么周总，还不是得乖乖的给我50亿买平安。50亿？可我听说那可是沈家千亿。周总，你一个大老板带我来这种地方吃饭，未免也太失体了。因为你不配。也对，像我这种过街老鼠就适合啃点这种东西。怎么想好了？3个条件。第一，以后不许靠近池欢。第二，不许靠近池欢的家人。第三，离开海城，不许靠近海城半步，不得踏入海城半步。这未免也太霸道了。
你觉得你现在还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呀？威胁我？这不是威胁，这是生意。我这个人就喜欢谈生意，要我离开海城也可以。你觉得你现在凭什么值50亿啊？我当然不值，但是迟荒跟他肚子值啊。傅鹏，我有10000种方法让你离开海城。周延山，不想让迟欢担惊受怕。行，我答应你，你最好信守承诺。我先汇一半给你，另一半等你离开海城之后，我再打给你，没问题吧？好。别走你父母的老路，做点正事吧。周延山，还轮不到你来教育我。想赶我走，我倒要看看最后是谁离开海城。50亿就想打发我？宝宝，你买那么多，我用得了吗？嫂子，姑妈特地嘱咐我，这些都是给你买的。我？是啊，姑妈说，孕妇呢，最重要的是心情，购物就是最开心的时候，所以为了让你开心，我都刷的姑妈的卡。难怪你连价格都不看。哎呀，放心，我姑妈不差钱。喂，白莲，石怀，夫妇他疯了，他逼我下毒，想毒死你的孩子，我不肯，他强迫我，我愿意出面指证他。你在哪儿？白莲大厦。好。你等我。哎，嫂子，嫂子，怎么样？跟个傻子一样，说什么谈心？为了迟欢，周延生50亿都愿意拿出来。如果我们帮医生，他也。你还真敢开口，50亿都还想要？记得事成之后分我一半。放心吧，我也可以。城里人，男人的谎言信。是我一定会好好交代分我的孩子。白云大厦，迟欢，白莲，你不是说你被怎么想帮我呀？你还是先想想怎么帮助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没有被强奸？你还真是天真啊！傅少可是我的贵人，我感谢他还来得及。原来。你们一直都是一伙的，对啊，只可惜明白的太晚了，抓住他！傅鹏，迟欢，上次侥幸的让姓周的把你救走，这一次我看你怎么逃！杜城，你在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表哥，就你一个人，你嫂子呢？中途接了个电话，急急忙忙就走了。什么电话？好像叫什么白莲。去哪儿了？白云大厦。傅鹏，迟欢在哪儿？
迟欢，别费劲儿。今天迟家跟周家都得打。你会遭报应！你他妈给我闭嘴！要不是你爸妈看过傅家中落，也不会出了房，不然我们早就是一家。呸！跟你是一家人，恶心！现在就睡！干什么？不要！医生，来的正好，最佳观众闪亮登场。拿了钱还不滚？你想死吗你？这点钱对我来说算什么呀？我要你们周家跟池家的所有财产！请放开石欢，有什么事情我们谈。别为难一个女人。好啊，跪下。你跪下！我让你跪下！别忘了，石欢肚子里还怀了你的孩子。动手！不要！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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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放手！放手！放手！你疯了？先打死他！劝你少管闲事。你打死了周延生，你还想不想拿到钱了？你不想要五十亿，我还想要呢。你只不过是我的一枚棋子，你也配指挥我？臭婊子，你去死吧！别动！你别过来！再过来我就弄死他！父皇。你要怎样？先放他！我让他自残！叶生，不要！你不是想当英雄吗？你不是很爱他吗？你证明的时候到了。好，只要你不伤害迟欢。老公，不要！我求你，叶生，不要！扎呀！你倒是扎呀！扎呀！不要！不要！大生啊！啊！臭婊子，敢咬我！叶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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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死了！是你不对。叶生，你不会有事的，叶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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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医生，医生，张助理，张助理，哎，来了，来了。怎么了，除了吃豆大人？你饭还要做多久呀？我都快饿死了。快好了，你别着急啊。你现在呀是孕妇，不用动我胎气哦。一会儿还得做产检，爸爸马上就要到了。小周同志，你这个厨艺能不能有点长进？放心，金粉买的极品燕窝呀已经炖上了，马上就要炖好了。那能不能先给我投一点零食，辣条都好。你想得美，我都把工作放下来过来伺候你，你可给我省点心吧你。不是我不省心，是小周同志他不省心。哎呀，他刚刚又踢我了。啊？怎么跟你一样，又是个孙悟空啊？你才是个猴子！哎哎哎，阿唐，快送我去医院！好，别着急，这怎么说生就生啊？这、哎、周